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段荣，欢迎继续收看阿尔法围棋自战五十局。今天呢为大家讲解第38局。好，下面呢我们进入棋谱。都是新小目，之后呢挂角拖，这时候呢根据这五十盘棋看来呢，阿尔法围棋他最喜欢的下法是粘完了之后挂角。那么这盘棋呢有所变化，他下了一个点33，这个当然也是阿尔法围棋的这个经典招式，点这个33。那么如果白棋挡这边，白棋现在大致有两种选择，选择挡哪一边的问题。如果挡这边并且假设白棋在这落后手，那黑棋就会非常舒服，还得再爬一下把这个粘上，然后一拆，好，角地也先手拿到了，拆到这个呢又限制了白棋后势的发展。那么所以白棋即使挡了这边，恐怕也要比如说先飞然后再拆在这一带抢先手加工黑棋，这个呢也不失为一种可以考虑的选择。实战的白棋是挡这个爬顶了半，然后白棋断掉，断掉之后呢，黑棋下一步下在这儿，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下法。一般的感觉，如果要在这一带走棋的话呢，打吃立下，这个是我们经常看到阿尔法围棋他经常看到他这么下，打吃立下，白棋将来要在这拆的话，这也是漏风啊，不容易围控。不拆呢，黑棋下一步再加工过来，在这一带再走过来，威胁白棋，这个是普通的下法。那么这盘棋呢，他直接就来了，走在这儿，走在这儿。如果白棋简单长，像我们一般的感觉，白棋就这么长一长，黑棋这个子放在这儿会不会有一点太过于靠近白棋这个后势的感觉？白棋这个应该算比较厚的吧。黑棋走在这儿想要进攻它，这个还是不太现实。白的就这么长一长，黑棋会走哪？是撤回来还是走大场？这个子放在这里，离白棋这么近有什么好处？这个不知道阿尔法他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那么白棋如果还想再追求一下，比如说搬这个，那黑棋应该要搬住。如果这样的话呢？但是有一个问题，这边是黑棋的行为，黑的把白棋断开，蒸不掉啊，这个子蒸不掉，蒸不掉的话就会给白棋带来一定的麻烦。这子走在这儿，
还是对白棋挺有压力的。白的连扳下去的选择大概不是很妥当，那么长一个比较普通。不知道这棋应该怎么判断啊？也许阿尔法就觉得你这地方你如果只能长的话就已经亏了，也存在这种可能性。这子走在这儿呢，将来还伺机要点一点啊，跳过去要对白棋施加一定的压力，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白的并不是一个那个厚的跟铁板一样的棋，黑的也还会有一些对这块可能还会有一些想法。走在这个位置挺有意思的，白棋那一挂角直接脱先挂角，那么黑的走了一手，白棋还脱先，黑的当然想在这地方来一点严厉的手段，如果仅仅是这样打吃力，可能黑的觉得力度不够，白棋轻松一飞，黑的对白棋压力不够大，所以呢他是断打。然后再爬，把白棋给断开了。白棋这时候一飞压，这一飞压，左边白棋竟然是脱线了。如果黑棋长，这也是巨大的一手，感觉上这再一飞，白棋这几个子就死了。这两个子呢也一针就针掉了。这也是非常大的一手，这不知道白棋，如果黑棋长的话，不知道白棋会下哪。如果各走一边，这个怎么判断也蛮难的，或者白棋等黑棋长一个的时候再来动，总之挺有意思。黑的也没有长，黑的大概觉得这个被挡下来还是价值非常大，所以在这尖顶一步，跟着白棋硬一个，尖顶一个。普通的定式呢是爬跳，爬了跳，那么大概被白棋先手压低了，压在低位。爬两下其实也可以考虑，爬两下脱先，长这个这也可以考虑。白棋拐的话，黑棋就活得比较舒服。总之布局的话变化无穷，可以考虑的下法很多。黑棋尖顶的意思呢，大致是你如果立的话，我就不一定爬了，有可能一手飞出来。这样的白棋外边可能不会有那么多子。尖顶，好，白棋飞压一下之后，可以理解为这个子跟这个子交换一下，对这边作战可能会有利。白棋还是回到左边，这地方黑棋实在是很有脱先的心情。不过阿尔法没有心情，对他来说没有心情这种东西，他只有计算胜率。长，完了黑棋长，这个时候白棋需要处理这三个子，这个怎么处理呢？直接跳这是跳不出来的，这是被冲断，跳这个被刚好封住，显然呢不满意。我们来看白棋怎么下，先搬脚上，这黑的当然要搬住，这最普通的下法是搬一下虎一下，下一步这搬进去很大。黑棋现在如果来封锁白棋，被白棋一搬，将来这个拐是现在不知道能不能拐，将来拐还是先手，
那白棋这块也可以轻松做活。那么黑棋打吃这个是要点啊，这一打把白棋的眼给打掉，那么有这个扳虎，白棋就可以跳出去。普通的想法可能是这样，不过这样白棋依然还是苦啊，黑棋简单跳一跳，这边飞照这三个字没了。如果你要走这个的话，这一照又把白棋给照进去了，还是比较苦的啊，甚至黑棋直接照在这儿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好，白棋下一步有意思了，断这个，施展了一个小手筋，断这个，黑的不能断吃，首先，断吃的话呢，白棋断，这样转换呢，可以说白棋扔掉了一个包袱，白棋在这边收获还是很大的。这三个子呢，白棋将来还有种种借用啊，点进来之类，黑棋还欠一点东西。搞不好还得补一个，这个白棋肯定是很满意。等于通过转换，白棋就把一个难题给解决了。那么黑的如果是吃这个，这是最普通的想法。白棋有这样的手段，打。你如果立，他再打，局部有个这个劫。当然白棋可以先走这边，然后这一吃就把黑棋给吃掉了，打劫杀，打劫吃这两个子。那么如果黑棋提呢，在白棋翻打的时候，如果黑棋提的话呢，他没完没了的跟你纠缠。不停的纠缠，这个假设啊，但当然这个不太可能。如果黑棋被打回去，白棋在这一点黑的还没活，这个黑的就有点，这个也被白棋扳到了，这自己反而还得去爬一个做活，非常痛苦。爬送白棋出去之后，白的拐还是先手，没完没了，这黑棋肯定不行。但是黑棋如果劫财不利的话肯定不行啊，但是这个劫白的比较轻，所以黑的走这个有白棋翻打的担心。那么所以黑棋实战一路打就避免了白棋这步棋，走这黑的是提在这儿。但是呢白的也有收获，白的打到这一下，黑棋只能粘，提的话又有扑进去的问题。只能这样。那么白棋就通过这断了一下之后，一路打到一下，打到一下，将来如果能虎在这儿的话，他眼性丰富，而且虎了之后呢，这个拐还是先手。好，但是现在白棋如果虎呢，毕竟跟这样的棋形相比的话，这断一个还是稍损一点，现在白棋如果虎呢，黑的也就算了，也没办法。白的呢实战靠这个，黑的如果搬上边，那么白棋也许会搬下边，就在下边会活得比较舒服。黑棋实战搬这个呢，白棋大致有退和长两种选择啊。搬这个呢，应该是不太会。黑棋简单的打吃完粘上，把白棋封进去就可以了。白棋要出头，所以退和长这两者呢，白棋选择的是长。长。好的，照一般的感觉呢，黑棋长这个，长进来，
又补这个断，又破坏白棋的眼位。长的话，白棋大致会贴住。贴住之后，将来白棋这个这一虎，这是先手，这有个断点。黑的补断的话，白的拐这个先手。这可能是黑棋实战没有长啊，没有长的原因可能是他讨厌白棋虎这个有先手。实战搬这个，下的非常的紧凑。搬这个白棋不能拐，如果拐的话被黑棋冲过来，白的就麻烦了，被断开。冲这个恐怕也不太行，冲这个被黑棋这样冲了，把两子拔掉，白棋损失太大，这两子被开了。那么所以实战白的断。之后呢，黑棋打，先把白棋打成一个鱼形。白棋接住，黑的在爬。这个时候呢，黑棋怎么补断是需要选择一下。如果粘这个，将来被一挡，白棋这儿还有眼。如果你虎在这儿呢，上边头软一点，又稍微有点不舒服，所以黑的索性爬掉。爬掉之后再粘在这儿，那么这头也是硬头，下边白棋也没有眼。普通的想法呢，白棋是吃掉，白棋普通的下法是吃掉，但是吃掉的话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将来这个白棋没有眼，这棋将来没有眼。如果走在这儿呢，被黑棋长一下，外边黑棋多一个子，白棋也是不舒服。如果跳线手这一飞就飞住，吃掉。比如说黑棋现在这一带照过来，因为白的这个拐是先手，现在黑棋照的话呢，白棋出暂时是出不来。如果你爬一下的话呢？等于你看成这个先手的话，已经被黑的便宜了。黑的在，比如说这一带尖一尖，这要封你，这跳一跳白棋，这里黑棋有各种各样的借用，先手借用，白的也是很苦的。在被黑棋走过来的时候，白棋也蛮苦的。所以，简单的吃，恐怕白棋这个战斗是很被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白棋的下法，尖顶，尖顶这个黑的呢，明显不能往里拐，往里拐被扳死。我们看一下冲打，打吃的时候被白棋从后边一吃扑死了。尖顶，黑的当然要出去，出去最紧凑的手法就是靠这个，实战靠这个手筋，白的不能再硬啊，再硬的话被黑的一拐，白的全死了。那么扳的话也没有意义，黑棋一长这边要拐，这边还是要断，所以这一靠实际上白棋这三子不能要，挡住，黑棋扳死三子。扳死三子也很舒服，但是作为白棋来说，也是白棋在这个局面下一个可以说最好的选择。走这个只怕会更惨，走这个这三子可能也保不住，而且呢这个眼位还保不住，那么白棋这块依然是孤棋。这样虽然说弃掉三子，那白棋外围有一些先手，各种各样的先手，这块有这个眼的话，这块就基本上是安全了。之后呢飞，白棋下的非常的厚，他也没有选择 先挡下来，然后在这一带加工，
这一代被黑棋走过来的话，白棋这块依然还只有一个眼，白棋下的非常厚实，一飞就让黑棋拆。好，那么从黑棋断开作战到现在呢，黑的还是有收获的啊。这边把白棋三子吃掉，这边也顺利的拆到这儿，还是有收获的。但是呢，这个地方毕竟是黑棋多两个子的战斗啊，黑棋多投入了两个子的兵力的战斗。那白棋能够处理成这样，这块现在已经很厚了，能够先手处理成这样。然后再去走其他的大场，白的应该也是，也可以说把难题给解决了。好，现在急，现在如果再挡下来，这边毕竟比较窄啊，黑的这块也基本安定，挡下来是比较窄的地方，被黑棋搬过来，这挡价值并不大。所以白棋挤完了，选择宽广的一面，再拆。局势仍然是很漫长的，刺一下。小尖，这步小尖挺有意思。如果黑的这地方如果不走，小尖应该不是怕白棋，不是怕白棋这一类的吧？这个黑的就冲断也没什么。但是呢，白棋在这一带把黑棋封锁起来，应该价值也不小。比方说就这么简单的跳一跳靠住，这潜力也是很可观的。跳完靠住，这里潜力可观。黑棋小尖呢出头，相当于出头了。好，那么白棋又来了，点三三。这边已经有这个白子了，所以黑棋当然是挡那边。二路搬，这是一个阿尔法围棋最喜欢的变化。如果这么长呢，白棋一爬再拆到这个绝好点，黑棋肯定不满意，所以还是搬下来。搬的时候，白的这刺了一下，黑棋守住。连搬下来，断打，打拔，打吃，打吃到这黑棋断打一下。断打的时候阿尔法总是提的啊，他没有，好像在他的这个程序里面没有打吃这个的变化，总是提的。然后黑棋一打，这个时候呢是这个真子呢是真不掉的啊，大家可以看到真不掉，白棋这边的白子引到真了，但是真不掉黑棋也真这。而白棋呢竟然也没有逃，而是走这个。从他们这个招法我们来理解呢，就是说白棋逃呢担心，也许担心黑棋在这一带跟他搅，你如果被断开，那么这块还是有负担，如果你跟黑棋搅一通搅的话，黑棋这边种种先手，
虽然真吃真不掉，但是各种先手也让白棋恐怕蛮担心的。比如我们说简单白棋如果应这边，黑的恐怕有种种借用，这要争这个，这也要逼死你那边。这一类的手段，白棋也蛮头疼的。所以白棋实在没敢逃，而是这虎一下，虎一下呢，瞄着这个靠夹扑，瞄着这打劫的手段。期待黑棋如果应一个的话，黑棋如果在这应一个，那么白棋这多个子，这边多颗子在这作战有利一些，他恐怕就要逃出来了。应大致上是这么个意图，我们就简单摆个图来看一下。比方说黑棋再来搅的话呢，摆的搬了连扳，黑的挖出来的时候，这颗子明显有用，这多一个扑劫的手段，大致上就这么个意思。这个图摆的大概也不是那么精确啊。所以白棋虎以劫相威胁，黑棋不敢再硬了，罩在这儿，并不是要攻杀这块，它实际上是防白棋逃真子啊，是个引针。罩了之后，白棋逃不出来了，当然对这块也是确实有压力。同时呢，照这个还有一个好处，你要敢开劫的话，黑棋这边连走两手肯定把白棋给杀了，照这个还有制造劫材的作用，所以一举多得，防真子造劫材，有压迫白棋。白棋呢出头，黑的又靠一下，白的硬的非常厚实，这地方其实白的什么都不走也不会死，但是呢，白棋硬的非常的坚实，都跟着走也并不是因为它软弱，都走后了，白棋就要，黑棋没有劫材，白棋马上就要开这个，爬，团住，黑的当这地方不存在，就是始终不肯补一下。他觉得补一下的话，被白棋便宜了，不补，又占一个大场，把这个拉出来。白棋长完了之后，这黑棋还是有弱点，所以非补。好，那么。黑棋既然这地方不走，那么白的当然不能就让他这么，白棋就如果平平淡淡的去走大场，那等于黑棋先把大的地方都占到了，白棋这一手棋的价值就值得怀疑了，所以白棋靠下来。加。白棋动手打劫了，白棋动手打劫，黑的提。白棋之所以开劫呢，是因为左边一带还是有劫材。跑，提，而白棋这儿都下得很坚实，黑棋劫材有限，扑一个是劫材，但是白棋接住之后，这块黑棋就找不到劫材。这时候白的二路扳，这大概也不能不应，不应被白棋翻打起来，然后再一接，这块还得补活，外边已经破碎。黑棋长，白的呢提，
力是一个本身节，打吃，黑棋踢掉。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战斗还是相当精彩激烈。白棋在左下角处理孤棋的时候，这个棋的金和形拿捏的还是挺值得回味啊。二路一断，还有后来的尖顶，这都是很有水平的招法。那么现在这个劫，双方会怎么样来处理？白棋会找什么样的劫材呢？我们继续来看实战。黑棋提劫，白的加，白棋加，黑棋这时候如果再硬的话，这被一提劫，黑棋全盘是一个劫材都找不到，一个劫材都没有，所以呢，黑的是把这个粘上了，接上。白棋粘在这儿，粘在这里，把这两个子就吃下来了，这三个子逃掉，白棋收获是蛮大的。当然黑棋这边呢也比让白棋来开劫然后再打赢这个劫也比自己单补呢要便宜不少目数，一个是目数，另外这里多几个子紧了白棋的气，这儿白棋也变得薄了一些，形成一种转换。总的感觉这棋下到现在双方都是很紧凑有力的啊。这搬完这一段，这一尖顶，然后种种局部战斗，这个还是挺精彩。那么黑棋拐下来，黑棋这一拐呢，既活了脚上，又照顾了这块棋。本身这一扳，黑棋脚局部就死了，但是多这一拐的话呢，黑棋这一提，白的如果爬，黑的一路扳，粘的话被从上边吃了，白棋只有吃这个，黑的一打，可以吃白棋个接不归。所以黑棋这块活了，白棋跳一个，这边有点薄，我刚才说的有点薄，被黑棋动手的话，白棋始终是靠或者这一类的，在这一带动手，白棋始终是有隐患，所以跳一个，跳呢也不是单纯的自己补，他又瞄着逃真子，白的棋补的同时瞄着逃真子，黑棋如果在这后手补一步，那么白棋先手把这块加厚，上边的大场啊，或者在左边想办法进攻黑棋，这白棋就很主动。黑棋拆二，所以拆二，这一拆二呢，实际上是防真子，白的再逃的时候，黑棋这一照，把你夹死。那么这拆二是先手，那这挡不住黑棋爬过来，白棋这块又没活，目数损失巨大不说，这块还没活，这个必须挡住。那这样呢，黑棋就先手防了这个真子，然后最大限度的这个逼过来，这地方确实黑棋也只有感觉也只有这样下才比较有力度。如果是什么在这一带拆，那是没什么意义的，白棋就简单跟着走，这边黑棋漏风啊，围不住任何的目数，这种棋就缺乏效率，黑棋期待这样让你补回去，我再拆二，那就舒服多了，但是白棋也不会轻易的就这么听话的补回去。白棋尖冲反制黑棋，
攻黑棋的同时也照顾这个被断开的问题。黑的如果简单的这么走，白棋就上边走一走，这个黑棋逃的问题就淡化了，不知道有没有强力挡下去，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黑棋拐的话，白棋如果要封，按照普通的想法要封锁黑棋这样长，但这个有个问题，黑棋冲完一挤，先手就把白棋断开了，再这一断的话呢，白的也是外边也够呛，所以这一拐也是要点。搬，白的轻轻的一搬，那边你再怎么走，反正我脚肯定是活的啊，白的都可以很轻。你再走，但是这一扳本身目数很大，关键是他又要逃出来，这一逃黑棋受不了，多了这个子夹不住了。本来是拐死的，现在多了这个子，这一打吃逃了，所以扳一个很大，黑棋飞。补住这个飞呢，等于起到了一个引针的作用。白棋逃的话，黑棋打两下，从这儿打，针死了。好，白棋这边长不太好，那么钻，抓住黑棋形状的弱点。要进攻他，这地方白棋冲吃这个是先手，黑棋得走这儿，所以这钻进来明显是一个，是黑棋形状的一个小小的漏洞。黑的冷静的先吃，我不管你怎么着，我先补好了，看你怎么动。白的冲。黑棋反贴，白棋如果顺着黑的走呢，黑棋就这么一粘，这要粘回来吃你这片，这要避。白的是扳，跳了之后呢，这一贴就贴死了。白棋如果粘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贴死了，跳呢被滚包滚个大包子吃了，走这个被夹死，所以跳这个是先手，白棋呢靠这个的时候，黑棋如果断的话呢，是可以吃掉白棋这两子的，可以断吃白棋两子。不过如果现在断吃的话，白棋大致会加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白棋这边很多先手，就再简单加这个定型吧，加这个再包住，黑的大致吃回去，这个打吃先手，那么上边白棋再走一手，黑棋上边三个基本上凉了。那白棋这一穿还是很有成效，虽然这也损了一点点，黑棋残留一个粘，但是呢，白棋通过这边弃子把上边黑棋杀光，这个收获太大。所以黑棋没有马上断这个，而是先加一下，这个子呢有照顾上面几个黑子的作用，等白棋粘上之后，黑棋再断。好，
白的依然是钉在这儿，攻黑棋上面几个子，这几个子不能轻易的死掉。我们来看黑棋怎么想办法做活，挖打。白的当然打住，黑的如果提的话呢，白棋就闭住。这一眼看上去黑棋还是蛮难活的，就算两间先手都走到了，上边这个眼也做不起来。好，这时候黑棋拖，施展一个手劲拖一个。白的如果搬，黑棋站，虽然送死了一个子，但是他顺调从这儿冲出来，这样就顺利脱险啊，顺利脱险。如果你直接冲被白棋提一下，这个效果还是不如拖啊。拖这个，白棋呢挡住，黑棋退，虎一个。那么先拖退到再冲出来，明显下边留个眼位啊。如果你这样直接被提掉，那下面眼位就差多了。再往外冲，白棋提。黑棋这时候下得很强，他不是这样长过来的，而是直接贴在这里，直接贴在这里把白棋给贴断。下一步要求打吃在这儿，这个黑棋形状就感觉比较紧凑，贴在这里，白棋一打吃。这时候黑的正常的想法是逃，那么白的断打。然后顺势把这个粘上，这一粘很有价值。这本来黑的一粘，吃掉白棋这几个子，白棋粘住呢，等于已经吃住这两个子，让黑棋出来，然后白棋再提，慢慢的再进攻黑棋。白的大致是这样的意图。黑的实战没有马上跑这个，而是拖在这儿，拖在这里，问问白棋的应手。白的如果挡呢，当然黑棋先手便宜了。这退还是先手，这眼位已经将，下一步黑棋就可以做活了，眼位就已经出来了。如果走这个呢，黑棋这边黑棋一旦处理好了，这长进去，局部我们看长进去之后。黑棋假设这边处理好了出头之后，长完一挤，白棋整个脚死掉啊。而如果你先不适应手，先把这块逃出去，那么白棋脚是安全的。黑棋拖，问问白棋是搬哪边，再决定白的怎么下啊，再决定黑棋怎么下啊。白的是哪都不搬，索性把这个给提起来，黑的往里一挺，活在脚里也很舒服。不过白棋提掉两子，收获也很大。这一闭，先手，闭这个啊。白棋如果吃回这个的话呢，被黑棋连上，这白棋不行。杀气的问题都不存在，黑棋这一扳是度过了，白的全死了。闭这个，黑的这块不能死，被一夹就都死光了。所以黑棋粘上，打吃，夹，
吃掉，小尖，好，形成一种转换，黑棋呢转到脚上，不止活了，还把白棋脚上的空给破，是很舒服，但是付出的代价呢，就是这边被白棋吃光，形成一个转换。点，小尖，这地方双方围绕着这个引针与反引针的招法是很有意思的啊。从这个跳、拆二、搬、飞，双方这引针反引针的招法挺有意思。现在白的又来引，哎，看你走哪。如果挡住，我这再尝一下，很舒服。如果提掉呢，这还留着冲断。黑棋走哪呢？黑棋走这儿，同样是你跑不掉，这个子跑不掉。走这儿的好处呢是，下一步我虎下来，这地方目数还稍微有点，会有所得啊。白棋小尖，不走的话，黑的加这个，白的这块空很有限，尖一个。这瞄着穿断，这地已经增长一些，实地已经增长一些。跳，现在可以说，前面的激烈的战斗告一段落，差不多进入官子阶段了。黑棋跳呢，破白棋，不让白棋在上边围控，同时威胁这块。白的虎。拐的话被团断了，黑棋自己走出一块孤棋了啊。那么白棋要先团的也不能断，总不能被黑棋这打进去，所以单虎不知道团完再虎是亏是便宜啊。总之白的没这么下。好，白棋把自己连后，黑的挤一个收气，白棋必须硬，否则黑棋半粘，黑棋就快一气。先冲一下，这地方如果黑棋去吃那个，这个被冲下来损失太大，挡住，白棋。引一个黑棋挤先手吃掉，这一挡白的还是慢一气，挡住也蛮大的。如果不走，白棋往里一挺是先手，这又要逃了，这个子又要逃了。先手一挺和黑棋挡住，这个目数的差别，逆收好多目。接上，白的穿断，这也有个断点。这里断的话呢，黑棋从这跳进去，白棋判断可能被黑棋跳进去之后，中府能围住的目数也有限，他是觉得穿断这个地方价值更大。黑棋呢一并。补这个断点，可以虎补，可以粘上补，怎么补都行。黑棋觉得并在这儿补，白棋中府更难围一点，不容易围得住。断的话，黑棋加死了。白棋挖一下，这个不是送死，黑棋不敢吃。如果吃的话呢，这个点是先手。这一跑一粘把黑棋反吃了，如果你走这个的话，这一断点这个起作用。黑的不敢吃的话呢，白棋目数上来说肯定是有所便宜，
所以这一并其实形状还是小有缺陷，反跳。不过呢，他想破白棋中腹，不敢吃，尖在这儿。从官子的角度，白棋将来如果打吃在街上，黑棋形状有点难受。是的，白棋先把中腹围住。吃掉这个非常大，我们刚才说了，如果被白棋这样打了打，黑棋还挺难受的，欠着一些目数，吃掉很大。拐很厚实，这冲断的种种味道就都解除了。飞，瞄着这个断点，同时呢进入啊，要进入白棋的空，打一下，踢掉，打一下对这边做眼有好处。这一段白棋往这一退，上边是可以活的。拐的后续手段，飞点下来，黑棋不能冲断。冲断的话呢，白棋搬这个，两子掉了，再粘气不够了，被两子掉了，所以拖封住，立是先手，这地方黑棋有挡这个，然后再一路小尖的手段。一路小尖，白棋团被黑棋一吃呢，不行，只有这样走，这有个打劫，黑棋扑劫，补一手，黑棋这一立，这一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黑棋现在形势呢不乐观啊，感觉上这地方如果不利的话，也许会有一丝机会，一路打吃，有这样的可能性，一路打吃，我要扑进去打劫杀你啊。那么，如果你稳稳的团一个，这个再断。那这块多了这个一路打吃，这块的死活就不太一样。白棋长这个的时候，黑棋是可以顶在这儿的。那就说白棋不能长，走在这儿，白的能活吗？这一提，上边下边两个眼，黑棋必破一个的感觉。所以黑的一路打吃的时候，白棋恐怕得在这儿补断。那么黑的多一个扑进去跟白棋打劫的手段，这棋恐怕胜负还是很难预料的。这一立被白棋一团，彻底的帮白棋把这个隐患给解决了，这是比较奇怪的一步棋。然后冲，断，在这想办法冲断，白棋是毫不留情把这个也给粘上，把这两目棋给连回来。这地方呢没有什么棋，打吃的话直接打这个都可以啊。我们看的简单一点的就是这一打就把黑棋给打断了，没有棋。把棋连回，然后尖顶，把棋稳健的一挤，你粘我就粘，这俩就给你吃了。实际上白棋粘上也看不出黑棋有什么
没看出黑棋有什么棋啊。挤住，再冲，白的这时候吃回来，这冲就让你进来一点，白棋守住这块，冲，扳住，团，接上，顶上。靠这个，这个黑棋开始可以说开始有点乱搞，乱搞。黑棋现在形势不利，开始，也就是说，正常的想法，不管你挡也好，打拔也好，这靠这个这招法很奇特。白棋不管是粘在这儿，或者是实战的拐在这里。黑的都是不行的，我们简单看一下，黑棋打吃是先手，长是先手，白的呢等于有两条路，一条是吃这个，一条是比如说接住以后，一条吃这个，一条加过，这两条路肯定是通的。拐，又扳，接住。搬这个呢，目数上来说不便宜也不亏，打个将，然后并在这儿。哎呀，并在这里。我们简单看，尝试先手再一退，要求退回来跟白棋杀气。白棋如果补这个的话呢，他要打拔，打拔完了之后就度过了。但是呢，白的当然也没那么软弱，白棋靠在这儿是好棋，靠在这儿，你接的话我再补，你打拔我刚好立下来。虽然你先手打拔了，但是我这个拐也走到一个关子，白棋也不亏。没有任何棋的地方的这一通瞎搅啊，白棋实际上现在虎这个的话，黑棋就死进去了。亏进去了，所以这个阿尔法围棋在形势不好的时候有一些举动是挺好玩的。他突然之间就会有的时候在形势不利，怎么算这个胜率都上不去的时候，可能他就会出现一些特别可笑的举动。白的呢也硬得很稳，他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不吃虎在这儿更好，但白的也无所谓了，反正是硬住确保不出棋，保证不出棋就行啊。断这个，唯一稍微有点看不清的就是上边的死活，但是显然双方都看清，又断这个，很无聊，白棋就跟着硬，黑的至少又损一目，还粘，哎呀，这盘是很逗，黑棋实际上是，好吧，白棋就接上，然后靠，这地方的死活我们简单看一下，靠这个的话，白棋一路扳先手。打吃先手，然后一路倒虎在这儿，两个眼，黑棋靠在这儿，白棋一飞，黑的扳的时候呢，白棋一打吃，上边死活没有问题啊，白棋是活棋，那么这棋好下到这儿呢。下到这儿呢，黑棋就投资认输了。下到这儿，黑棋就投资认输了。这盘棋双方的战斗还是蛮精彩的。好，这盘就为大家讲解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